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导转世界哈，我是郑鸿仪哈。那么今天呢、啊，我们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哈，大家耳熟能详哈，他是吴祥辉，祥辉兄弟哦。哎，鸿仪好，大家好。那吴祥辉啊。啊！伊上界出名迄本册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哦，已经四五十单有哦。是六十五年，民国六十五年，1976年，民国大概可能过四十年啊。啊，过四十年啊！但是那本书卖50万本，那本书我讲实在话是有改变台湾人很多的想法。好、哦，但是那种祸根还没有完全断除了。好、对吧？我就写作诶，就你对我讲迄句话，就是一个咱会使用一个较正面的话去啊讲，就是讲，你是讲我受到影响，我读个册时阵，可能是遐作家拢已经死啊、可能死50年，可能死100年，才影响到我啊。那同款就讲，读我的册，即读者起码拢是来甲做总统、做行政院长啊，即个抗战嘛，对吧？哈，啊，所以因当然就是甲。顶代有小可无同款，即使因做一寡代志，咱感觉讲，还个无完全遐尼下咱的意，但是已经无同款啦。是，哦，所以即个文化影响，咱就看都是看50年、100年、200年是，所以做一个作家，咱要影响是影响未来，影响连咱都唔知影，连咱都看未到。你是无，但是你这本书是当代的影响到了。是，恭喜很多人就被，就是会撞击说，真的为什么我不能拒绝？那我拒绝以后要做什么？开始思索人生啊，好、哦，这样我干嘛去奔去救后拒绝联考的小子，到现在其实都还受用哈、哦。那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谈这本书哈、哦，是因为吴祥辉啊，他这个啊，他大家都知道他出版了一个叫《国家》系列的书哈、哦。那第一本足出名哈、哦，《芬兰经验》是啊、哦。那么大家重新看待说，哦，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国家芬兰，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吴作者当然学习耶。那后来他陆续啊、这一个欧洲三部曲又陆续出版了惊叹爱尔兰啊还有惊喜挪威，大概都比较接近欧洲的北部啊，但是都是先进的国家。那后来呢啊、这个国家系列他又出版了父子三部曲。什么叫父子三部曲呢？就是中国、日本跟韩国啊，那书名分别是告别中国、惜别日本、离别韩国。好啊，我知道是啊，这个册拢做畅销。是，那这些啊、前六本这个国家系列卖了多少本？三十万。你也知道，起码三十万已经是这个奇迹啊。对啊，这三十万是凭、相对来讲凭。拒绝联考50万是给足多的，够足多来哦。因为起码人都有人去看网络啊，有人去创啥，所以这个舒适的迄、那个，起码那在台湾哈、你若讲一本册讲卖5000本啊，讲袂歹。真的哦，系啊，卖8000本哦，足够啊，超过1万哦，要求啊，足赞的。恐怖，系啊。好，那这个六本就卖了30万，等于平均一本卖5万本，哈、哦，这不得了哈。那按你讲的意思，其实你的书不只是说买来看，其实可能真济人嘛对网络上去给你看，也就是说你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潮，很多人对这些国家重新的看法哈、哦，这样，所以影响力真大。那吴祥辉呢国家三部曲，现在呢他又出版了一本叫《磅礴美国》。你别甲大家讲一下，这《磅礴美国》要写这本册其实不简单，我都知影讲原来伊写册不是要赚钱，对不？因为伊开足侪钱，开100天的时间，行遍美国50州，我夭寿嘞！写一本册这么艰苦，哦，你为什么锁定美国？咱拄仔已经讲啊，头前是欧洲三部曲，对，第一本芬兰嘛，咱简单讲，为什么是下架的国家？为什么是芬兰？我想会使个简单讲3点，一个就是讲，因为咱过去不管讲历史。台湾思想的，还是中国思想的，其实咱拢从大迄个价值观，拢大国的思想，咱拢甲中国比，甲日本比，因为用中国的观点，感觉讲迄小日本，靠妖，迄日本有够大国的啊，对哦，世界工业第二大国，哦，有够大国，人口嘛足大啊，1亿3000万，对不？
足大呀、啊！个美国，咱拢跟这三国去比嘛。对。所以你永远你嘛自闭，永远你也细汉，永远唔知家己是啥的。嗯嗯。哦，咱来看讲，迄种四五百万的这种芬兰，四五百万的爱尔兰，对。啊、哦，四五百万的挪威，啊，拢四五百万，拢四五百万的。含咱的新北市变大。系啊，你去芬兰，人问我讲。因为芬兰的囡仔拢知影台湾嘛，哦，即来看我外册，人知讲，伊为虾米知影台湾？嗯嗯，台湾第一年教科书来对啊，嗯嗯，哦，是第一年数学教科书来对。OK， 好，那卖讲较侪，讲较侪，但愈讲愈拖去啊。哎，所以拢知影台湾呐，而且问人讲，啊，恁台湾有偌侪人？嗯嗯，你若讲2300万，无人相信啊，因为你可能你第二年啊，那有2300万。我讲你是讲唔对呢，你有笑话看哈？我们五个芬兰呢？对，你去跟爱尔兰讲好笑。嗯，爱尔兰南爱北爱安尼吼，差不多台湾的两倍多，咱36000嘛，对，因71000啊、哦，差不多，哎，哦，对，但北爱跟爱尔兰是无共款国家。对，爱尔兰偌济人呢？嗯，420万。这少哦，嘿，啊，这420万内底10%是因为因经济奇迹吼，啊，回归转去的，所以本来370万内底就掉了。哦，啊，你想我了云平台湾大一倍，问讲恁台湾偌济？对，我2300万，靠我也无那么相信啦。不是讲讲你是讲对还讲唔对？过个笑话一看，好，我们六个爱尔兰。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因为咱长期含中国币，含美国币，咱拢用迄个思考。所以会去写这个册，第一个物件是就是要台湾人。嗯、你家己你讲要建国也好，你要安怎也好，要安怎，你也想认识家己嘛？嗯、你也认识家己嘛？好、嗯哦，那咱虽然不是讲好几落亿个人，但是咱2300万在这个世界，嘿，也算中上来讲人，就人口来讲，那是未小国家，但迄不是重点，嗯，迄不是重点，哦，讲啊，你3000万、5000万、2000万，迄拢不是重点。你讲啊，咱既然是这种经济规模的，嗯哼，咱有咱家的特色，嗯，哈，那这个国家的命运跟台湾足共的，对，因边啊那种强国，对，哦，咱比较一个中国，一个日本，嗯，哈，芬兰这边是瑞典。嗯哼，哦，北欧上大个国家，嗯哼哼，军事强权，对，那边是苏联，嗯嗯嗯，哦，一2000公里是跟苏联黏到底呢，对，是完全黏到底呢，对，以前嘛是曾经是俄国的国土，哎呀、啊，伊嘛是俄国的殖民地啊，是啊，过波罗的海下边一下。德国嘞，嗯，哦，大国，那超级大国，哦，赶快，挪威秒我嘛是赶快呐，对。爱尔兰更加嗨，嗯，英国领导头一名，对，就够遐尼大国，所以因这三个国家拢有从殖民的经验，对，嗯，然后尤其那爱尔兰上比惨嘛，嗯，伊都和英国就是日不落国噶殖民啦，所以八百年，嗯，八百年啦，讲爱尔兰人讲的八百年，对 ，OK， 好，那么所以你恩怨情仇嘛都这样哦，对，就是八百年，啊，这个物件其实每个台湾人。当然你找来的不安尼写，因为你叙述一个物件的时阵、你是带领的读者用你的迄个心去看一个代志，你不是要给他太多的想法，嗯，啊、哦，就是说、你是在有些作家是告诉读者，你的想法是啥，对，但是有些作家是协助你发现自己的想法，嗯，所以史员工看我的册，真侪人讲，哦，这个人有足侪无同款的看法，嗯。这个重点就对，这个重点不只讲啊，一听到吴湘慧这种看法，嗯、他也启示了他说，原来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哦，这其实这是外车魅力。其实在这个，后面这个这一半段，才是他真正能够续航的那种魅力嘛。对而且其实，你讲的这种概念是啥？嗯啊，咱台湾人用过去你长期。而且你历史之下，咱人眼光是很狭窄的。嗯，咱拢用政治观点，拢用很短期的观点，你看一个长期的代志。那安尼时，咱看未清楚，咱也看未清楚。所以咱估计你台湾，我来你演讲的时阵哦，啊，我就讲一个较口语化的。对，我讲咱若去讲到叫日本安尼殖民50年吼，啊，迄个中国牌的安尼要你死你，要死要哇安尼吼，感觉日本是安尼外苦都外苦，啊，同款啊，咱就是台湾牌啦，讲到去国民。
民党甲咱统治五十年，吼、哦，咱嘛强要该输赢就对了。啊，你去讲五十年，去讲我芬兰人听，咁要好笑诶。我几百年，你要讲叫爱尔兰人听嘛，咁要好笑的。好啦，好啦，还是讲八百年。好，人挪威人是讲四百年的漫漫长夜。对对。好，芬兰是七八百年。OK 哈，咱当然唔是要讲，因为你若用这个物件提出来去讲俗语的时阵，人就听袂落去。对。对吧？我讲我讲过了没跟啦。嗯，啊，但是你叙述这个故事，好咱的读者去了解讲啊，原来咱会使咱要做一个小国，还是一个中型的国家，咱要有家己的特色。对，吼，咱咧唔通够用过去的，吼，过去种中国、日本、美国，甲咱影响，甲咱加落来这种思想去看待。嗯，咱要用世国的角度去看待。对。哈、哦、啊！安尼时阵，伫这个情形之下，咱你看文化的时阵，妈妈甲家己看遐尼特殊，咱、其实一点仔都无特殊，即个国家甲咱拢同款，哦，拢加咱几落倍都对咯，哦，迄、那个比赛拢加咱几落倍，对，好、哦、啊，咱看完即个讲，咱做人嘛同款嘛，有人感觉家己偌可怜呢，偌可怜，家己自怨自艾，啊，我安怎结果看到别人，我、可怜咱十倍，哦，安尼你有人会较健康，较健康，我啊，咱冇咩要衰啊，对对对对对，啊，另外就讲讲迄个价值观，嗯。因为毕竟咱咧做这个殖民地这种民族啊，其实啦，大家拢足现实的，看但是拢是一个经济性动物的。哦哦哦。其实咱的咱对你讲拒绝人口，其实就是安尼，老爸老母老师校长教你爱创啊，啊就好啊，他考了第一志愿，啊就去趁钱嘛，对吧？拢是阿麦就好头路啦。哎，所以其实他还是在一个经济动物的层次里头嘛。啊，那不是讲经济动物唔对，但是它是一个层次，就一个历史的发展来讲，还是一个起点嘛，对吧？好，那咱都要贡献国家。其实伊个发展拢已经平安较早淡薄，较早淡薄，所以因个价值，当然较无同款。啊，咱譬如讲，尤其像第一本安尼，吼，迄大家安尼，吼，大家是安尼，吼，迄大轰动就对啦。哦，迄你去大学演讲，就人你问我讲，哎，啊吴老师，啊你季节恁考吼，啊结果你个册即马拢变阮大学教科书啊，你有什么感想？我哪会知？我哪会知？你要甲我提起看啊？价值观不同款，我估一个足简单的例。是。我伫芬兰，啊，伊芬兰伊教育评比，是世界第一嘛，吼，伫披萨，对，好啊，伊个即个为什么咱世界第一？是伊平均的迄个校际差异很低，啊，比如讲伊个中，那你受挫的国家内底上厉害的领先族甲落后族。平均差40%啦，芬兰差4%啦。哦，啊，所以就无什么北京路，无什么更中，大家拢差不多。对，我就问迄个校长啊，我讲，啊，属实上，这是平均值嘛？我属实上有上好的学校，甲上歹的学校无？有这个差别无？伊讲有啊。对，我讲啊，你会使甲我讲多一个学校无？在哪里呢？你带我，咁咪足正常的嘛，对不？对。结果人马上避免，你敢不知？哦，两个可能。一辈子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冒犯。马上避免。为什么安尼是个冒犯？这是国家机密。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让什么意思？我的学生不是国建中才是学生，不是北京路才是我的学生嘛？大家问我，我的学生，那么平淡，那么平等，成绩好歹，敢就，我会使讲呢，成绩好就变好学生呢，成绩好我就对较好呢，无人无迄个想法。啊，所以人感觉讲你拄着笑，要不然感觉你拄着笑，啊，你感觉安尼讲讲足正常，对吧？啊，所以就是讲啊，一方面讲啊，会开始安尼写，讲一个。国家的契合对不对？好，咱既然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那咱的想法其实免不了。虽然咱对台湾的感情、国家的这个认同，咱已经足清楚啊。但是咱的过去的成长的过程内底，拢去和这些大国的这些契合，把咱绑捆绑住，咱家己唔知影。确实有道理。啊，这是第二个的胸。好，第二个，我们现在访问的，其实我不用介绍，你听他声音就知道是吴祥辉。啊，吴祥辉哦，他当时在台湾，他是建中的，所以建中被调下
好好其实也算简单，啊，不要说一定要台大，但是他就是拒绝联考的小子。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他当时拒绝联考的小子并不影响到他为后来他的影响社会的力道。他没有显赫的学历，但是他对台湾的影响还是很深厚，他用他的笔，用他的观察出书，哦，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访问他谈的就是他新书叫《潘博美国》，哦哦，所以欧洲三部曲，亚洲三部曲，那现在为什么是美国三部曲？哦，但是我们继续请教吴翔辉，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翔辉，啊，拒绝联考的小子。那么啊，伊即马新的书叫《潘博美国》，啊，这本书不得了，啊，他花非常多的心思、金钱跟时间去写出来的，哈，啊，没关系。但是他都要讲到，你要讲补充第二点是什么？嗯哼，没记啊，哈，就是讲咱都要讲迄个感性嘛，对，卖一直感觉家己进主逼嘛，对吧？啊，哦，家己足歹命的，嗯，咱虽然无讲足好命的，但是咱嘛没有讲歹命，家己一直爱讲到安尼，哦，家己个心肝结开去，哦，时代毕竟，哦，时代也无同款啦，啊，嗯嗯嗯，啊，当然，咱你讲些，甲讲迄种国民党迄讲法嘛，都无同款啦，对，咱是爱用一个较快了解迄个物件，啊，但是你建立伫迄个基础上，还有一个较健康的看法。哎，安尼，我会当甲你问一个较实事的无？即摆毋是你正名台湾嘛？哈哈，啊，你安怎看法这代志？我，哦，这当然是即摆应该爱去做的工课嘛，哎，啊，这当然爱做啊。对，好，赶快，咱真济工课，咱爱安尼想着讲，卖想讲。啊，多一个人去哩，伊就通安怎？嗯，啊，咱常常因为拢这个想法，所以拢无去做得着啦。嗯，你即摆去问蔡英文，蔡问人家政府的，问人家民党立法委员，我无可能啊，要修宪都未过啊。嗯嗯嗯，啊，全拢袂做得着啦。对，所有代志本来你就这个代志，五十年才做会到的，嗯，一百年才做会到，无要紧，该做就是该做。嗯，文化是这种物件嘛。对，你袂使伊就短工尽力嘛，讲啊，我这个代志三年我做袂到，我就袂做。嗯。哦，每一个人，伊拢有伊一个，尤其你做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拢有一个伊的迄个时代迄个任务嘛。那么无可能把所有的工课拢做好嘛。对，哦，对。譬如讲，哎，我写一个拒绝联考小子，这算台湾上迄道的一本册啊，影响上久的一本册啊嘛。好，啊，写出来二十年以后，嗯，啊，变成做总统，嗯，哦，联考废除。嗯嗯嗯，嘿嘛，经过几年，嗯，无唔对，对不？无唔哦啊，废除了咁多，凭以前较好啦，嗯，无遐尼简单嘛，制度要废除简单嘛，对。但是人心要去改变，嗯，哦，伊就爱过一代过一代过一代，大概嘛是要过几代，大概就是要往前走，爱往前走。你家己有当下，你有这个文化的眼光的时阵，对。再讲一个文化的建立，伊就是五十年、七八年、两百年的这种，哦，安尼是有当颠倒，互咱有信心嘛，嗯嗯，对不？行落去。一棒接一棒，嗯嗯嗯，哦，不是说，做一个什么行政院长，那一棒接一棒，那什么一棒接一棒，嗯，那种短暂的工作啦，对，哦，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嗯嗯嗯嗯嗯，是，好，吴翔辉，那么，你这个，潘博美国，你算的是美国，啊，美国，其实以台湾来讲，大家感觉说，啊，我都很熟悉啊，哦，台湾人不熟悉是芬兰。对吧？为什么你会选美国？哦，你讲这哦，你讲这些是正经，人讲即卖话讲一个有接地气的，足好笑的。哦，我估计足好笑的，你听听哈。你看，全世界含国家常识的，那中国是外国，当然中国嘛，台湾人嘛，真熟。过来就是美国啊。因为你讲到这个话，想到一个足好的朋友，足好的朋友。对。哇，但这几年他足钱咧，但拢无咧读册就对。哦。啊，所以伊去建设公司的头家。嗯嗯。啊，所以我的书他都会给他买几六十本去送啦，他都没看十本书，他开始跟他问说，啊，翔辉哥，啊，我买你的书干嘛要看，我靠呀，我的书都不晓得你这种人看啊，我跟他没计算的，你看你也看不，你给他看会多啊，听都不够，对啊，听你买就好，他说有啊，可以不用看，没事啊，好，啊，那可以不用看，我要给你买，啊，就买去送啦，对，OK，好，就这个，他是这种的好朋友就对了，跟这种的水准就对了，好，当我出中国的时候，嗯，
哦，伊安尼哦，对我肃然起敬。哎，我头前哦，迄芬兰讲安尼，伊个轰动武林，惊动万教，伊拢无感觉啊，因为无看。我是出中国的时阵，伊嘛也未看。嗯嗯，你听讲我出一部新册是写中国，好，伊马上对我肃然起敬。杨祥辉哥，哦，安尼我知你确实无简单。你写个什么芬兰啊、爱尔兰啊、什么兰啊，迄都无人看有啊。我没写嘛，无人知啊。我阿姨怎么敢写中国？嘿，迄中国咧自细汉读到大汉呢，大家拢听啊，对啊。你讲敢写啊？我大掉，好，我大家学咯。好，啊，祥辉哥，我服你哦，我知你足厉害。那用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本册，嘿，就够卡厉害啊。所有台湾即马在澳人，大家拢去美国留学过啊。哈佛的看偌济哦，做生意的看偌济哦，偌济人还搁伫遐哦。你写出来还是一翻两瞪眼。嗯嗯，没错。但这本书跟即马大家是学落噶哦。哦，我有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佛毕业的。哦。伊安尼看完哦，买150本去送人。哎呀。伊甲伊某就甲讲，讲。开始是不赶快，让他重新认识美国，让他有新的观点。啊，其实咱这个部分，当然你也是个当作我这么讲的这广告了，好不好？其实就是讲，你写这个册的时阵，有两个指标，对我来讲，这个指标就是讲，啊，我20岁，我就已经写过全台湾上畅销的册啊，啊，我写到50啊，要过来写，我敢要写畅销书呢？不是这种想法，你当然希望你的书人爱看嘛，但那不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对你来说，你是希望说，让台湾人建立正经台湾人的文化观，建立一个台湾人可以对世界、对文明有一个新的看法，而不是以前那种。我们之前说你台湾文化的人，其实他是反国民党、反殖民的看法，他其实还是同样的层次在看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没法讲嘛，所以对内是这种追寻台湾识别，你说会不会做一个讲台湾人，我不请问你啥是台湾人，台湾识别，这是你芬兰经验这本册就是提到这个啥是台湾，啥是台湾人嘛，你也讲得出来啊，讲得准啊，黑嘛不遐尼简单，对吧？你讲台湾人认真味，全世界大家嘛足够认真味。你要讲出伊的差异，其实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那其实他就是在这个写作的探索的过程里头，一个作家要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你认为的台湾是什么？台湾人是什么？但是你并不是把这个答案就这样两句话写出来，不是。其实你就是在去了解其他的国度的时候，在你脑袋里头。一直在对思索，咱可能无赶快你对啊，咱是安怎，咱是安怎？黑干啦，你不要讲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其实那是不相干的事。咱台湾人拢习惯讲啊，看人都要什么好啦，讲恶啦，迄种想法就是唔对的想法嘛。但是咱自以前拢教是爱安尼想嘛。咁么讲安尼才是对的嘛？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嘛。对，有道理。完全错误的嘛，你无迄个基础，无迄个地理，无这个历史。无这个历史，都无迄个需求嘛。对。哦，咱比如咱一直讲啊，咱去台湾的这种生活，咱去讲到福利国家的时阵，咱其实咱是无感受的。咱其实咱所想的是啥？咱所想的是一种堕落的思想。往往大于进步的思想。为什么会从北欧遐尼重视福利？你去了，你就证明你感，你有感受出来。伊遐就一年12个月，3个月是好天，3个月都好天，风台天算好天，就看到太阳啊，算好天啊，阳光啊算好天。落雪。啊，所以呢，你一般人，是无得生活的呢。你想要静，你也无通啊静。对，甚至无得上班。对，去的时候就讲，咱当然知讲啊，台湾是宝岛，从小都念台湾是宝岛，但正是食到50岁了，去到芬兰，这样就强烈就感觉的。你在那个过程里头，你看人滴袂紧张，人还是静个静个咧吊个袂得着。在台湾，咱弄了无感觉啊，那个足正常的呀。所以你也了解一个起源，才了解讲，迄种国家也没有举国之力呀、啊。
根本人都活不下去。嗯嗯嗯，所以变成福利国家。哎，咱台湾人不同款嘛。嗯，你有教要做，你绝对不要死。嗯，要做牛，唔免惊伊。对啊，你做这种地理也不同款。嗯。造成历史的不同款，历史的不同款，造成国民性的不同款，造成耶稣教的不同款。啊，这咱就家己爱有迄个了解，卖大行要讲学。嗯，譬如我讲一个，讲一个较强烈，吼，但我唔是要讲答案，我是讲一个思考的。对，好，即卖大家拢在讲，迄、那个工时啊去缩短。嗯，哎、啊，拢不是对外国学来。对。我感觉你台湾你是空的对，我一般拢，你拢来甲我讲，拢来加问号哦，吼，你讲你要跟你探索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去抄。台湾你为什么是报道？我一开始是报道啊，都是一年365天拢还要做生意，所以卖好笑讲台湾人做怎样做生意骗的，台湾人上不晓做生意，啊，但台湾人怎样做生意？因为做生意太简单呢，啊，我们到了见爱文。哦，啊，我都好啊，我都杀几粒啊，杀一人啊来路边我摆落去，干我哩啊，都做生意都买起来啊。嗯嗯。所以台湾做生意足好做的嘛。嗯嗯。啊，你伫白话是变安怎做生意啊？嗯。八点钟才一台车过，你变安做生意？够老实。哎呀，一年都三几回头，互你摆啊咧咧啊，你变安怎做对无？所以这些条件不同款。嗯嗯。好，所以咱的条件是安尼嘛，咱的条件是安尼。嗯。所以等到我的想法是讲。台湾的问题是，你要充分利用你的天然资源啊！台湾人一天要做十八点钟啊！对，因为你大家拢会使做啊！哦，咱台湾的问题都唔是讲台湾人歹做事，对吧？唔是讲啊，台湾都袂做事嘞！是薪水太低，对吧？台湾的问题是你知啊！所以你是要充分利用咱的优势。对，哈，我做唔是讲大难，哈，我是讲咱去了解了时，咱去思考问题的时阵，咱有家己原创。还有家己原创性，哦，迄个物件才是对咱来讲，才是上宝贵的嘛。对，啊，这是哦，其实就是讲，看看自己想想，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当然是错的。有道理，还是错的就对啦。别人有别人的方的环境嘛，咱有咱的特色，咱去发挥咱的特色。好，啊，这些就是讲，你看完以后，甲倒转来写亚洲的时阵，啊，咱要搁讲这。讲到这嘛，个足歹势就是，就是讲，台湾人因为对家己就无信心嘛。对，啊，你假一套，拢国民拢甲你假一套，对，所以好歹你分未清楚嘛。所以你就哦，李安讲，哇，哎，堪称得奖，哦，侯孝贤足厉害，对，好，哎，什么人你都要得奖，哦，嘿，李安足厉害，哎呀，拢卖得奖，你台湾。搬你看有足厉害哦，台湾人绝对袂讲我伊足厉害啦，因台湾人都无迄种见识能力啊。台湾人的历史迄种文化累积，就还没有能力去分辨出来啥是好，啥是歹。我若要讲一个较进一步的一种诠释，就是讲，台湾上好的作家是什么作家？绝对不是名作家。我除外了，好不好？哈哈哈！这等你个讲，对吧？个讲就等你，我进前也讲过，好不好？来，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翔辉，来先休息一下。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咱今天访问的是吴翔辉，好，吴翔辉的国家啊、这个三部曲，哈，国家。作家书写系列，书写系列哈，那、已经欧洲写三国啊，那么这个亚洲嘛写三国啊，哈，中日韩，那么欧洲是芬兰啊、这个挪威，还有这个爱尔兰，那现在是美国哈、美国它也会有三部曲，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太重要嘛，太大了，对吧哈？那第一本就是首部曲是磅礴美国哈。那这个，但伊今日唔是完全的公闭公哈，他讲的才是一个哲学啦，你怎么看事情哈、哦？这样，来，你头要补充的是，啊，即马就是讲，咱家己先去讲啊，这话是吴翔辉讲的，人讲你笑的，你无水准，迄个无自信，你骑卡拉车，恁爸无遐戆啦，我就塞一台啊，迄条芬兰的辫子出来，芬兰迄条跑车出来，吼、你就感觉讲，哦，干蛋，这有水准，这就是台湾人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展出。为什么从芬兰去切入？就世界
国家成长基金第一名呀、啊，你、嗯、教育评比第一名呀、啊，讲这个领导人就听个啪啪啪啦，无赶快的话，吴相伟来讲讲你吃屎啊，领导人就是安尼啊，熟悉的啊，哦，啊，这当然，咱即番要讲这個，不是讲咱伫讲家己个歹，咱是伫讲咱爱讲熟悉，爱了解，對了解迄、那个，吼、哦，正经的经营是安怎，你有了解了清楚。你看的准不准确、那个是不是事实、了解了那我们要怎样说我们要怎样走、不是说、你就说台湾多战都多战、跟我们要战、有台湾多败都多败跟我们要败、那是说所有事情要把它真相讲得清楚一点，这样我们要怎样说我们要怎样走，我们的位置里对、所以这样寻单这些欧洲这些国家我家里透过写作思考的这个过程来对、对这个文明有一个作为一个台湾人的看法、所以对我来说的时候，当我在写书的时候就两个标准而已、一个标准就是说今天我是要代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的作家、这个讲法是什么意思、这个讲法就是说因为台湾人存这项物件，同阿甲中国比呢、你无其他任何物件同阿甲人比呀、你是在京的出身的、所以你了解、你的市场规模、你就是感染几多粒粒的、你都安那变啊？你都不可能去甲人会比拼。第这个是经济世界，平平请你。五万块新台币，人迄请伊是五万块人民币，人迄就人就去啊，人就去啊，对不？这是一个真正上的代志嘛。所以你台湾人，你要价值观，乃是拢伫经济层次啊，你温死。你袂烦心啊啦。你都无是人会甲人比的，就对嘛。人一定拢给你一百零的。你的人才叫人吸去，你什么会拢叫人吸去？所以你台湾人，咱今嘛。做一个台湾人是咱平较文明嘛，但是相对呢，伊跟咱来开放呢，所以咱跟咱要跟人去竞争的时阵，咱爱有咱的价值观，咱这个价值观一定唔是讲金钱有法度收买，金钱当然足重要，但伊唔是唯一的，伊唔是绝对的，伊唔是最高上位物件，这种物件足重要，所以去一个用这种角度来去看代志，这是对咱的囡仔的教育真重要，真重要。啊，无你呐，唔是安尼选大家嘛？我讲我什么入课都无来啊，所以生意较歹啊。我所以咱爱该安怎啊？就你永远用经济性的思维去做，这个国家是绝对无前途的。有道理，你要有经济思维，但是经济思维绝对不是你最上位的思维。是。那你这本《磅礴美国》，你头讲到国民性，台湾的国民性是啥物？美国的国民性是啥物？对这个民主的认知是无同款。那你一直讲教民主，民主，但是咱其实咱讲教的拢是口号尔，那個、名词尔。好、美国人的民主，我估两个足简单呢。你册内底我讲美国人的民主啊，伊当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啊，台湾咱的教育过程拢一定爱教出一个标准答案，讲一个是对的，出来拢唔对的就对啦。是非分明。足奇怪的对啦，说你这种教育你就死啊嘛，你哪有民主？民主就讲个都无一样是标准答案啊。洪仪讲伊真不对啊，哎，为啥会讲迄嘛？哎，肯定有理咧。哎，伊咧讲，哎，冇注意咧。你要有这种认知，你唔才有可能去尊重别人。无你要哪去尊重？你就较讲嘛，正好伊讲伊对，为啥会讲迄个奥赛啊？吼，要哪去尊重？都无可能嘛，对不？你袂晓欣赏民主，伊本来就是，只要你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你讲出来，就有三分力哦。袂歹，袂歹，袂歹，有无？是这种物件嘛？但咱滴。从小到大，从教育的，其实包括咱讲啊，本土的势力起来，就嘛是换颠倒摆嘛，讲啊，你国民党唔对啦，我民党就对啦。那你思维模式是同款的，这拢唔是民主，这拢唔是民主的培养。那美国的民主，我估两个足简单的咧。第一，咱常常听到讲啊，美国迄个枪杀很严重啊。哦，对。啊，其实枪支杀更严重嘛。伊自杀拢有枪自杀，较常见呐。哦，而且内底拢有数据，对吧？所以大家都有钱啊。这是
人一个创新、啊、嗯，台湾人讲，伊看到迄个技术面，讲，哦，你看大家有钱话费啊，咪啊，大来大去，咪死话吹啊，你看好啊，死啊，你侪人啊，嗯，啊，问题若要搁安尼比吼，死侪人拢唔是用钱断死的，嗯，拢塞车弄死，嗯，塞车弄死上侪吧，对吧？一定是啊，车祸死上侪啊，对不？好 ，OK， 好，那要讲的就是讲，哈，美国他不但在法律上，嗯，他在宪法上就是保证用。保障用枪权、啊、嗯，对。你想要把他们这个部分要去把他们修宪，很困难的、啊、嗯，你要三分之二多数啊。嗯嗯。啊，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数哦。嗯。你何况是要三分之二多数。对。所以美国人的领域就很清楚的，这就是说，在宪法之前、啊，嗯，人民不对国家解除武装啊。嗯嗯嗯。所以我来这有引述一句话啊。嗯。当我要跟你革命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啦。嗯嗯嗯嗯，这是完全无同款的政府，完全无同款的国家概念嘛。嗯，咱是假讲人民叛变嘛？对，你叛乱罪嘛，二条一嘛。嗯，美国的建国国父们是假政府背叛人民。嗯，所以让你有钱。对，想干就跟你革命掉啊。嗯嗯。啊、哦，就是不赶快呢啊！当我安尼讲，只是举一个相对的概念来讲哈啊，未、看详细，请看潘伯明、嗯、哦，这文章你就对了哈。好、哦，这是一个概念。是，伊内底有写到，美国即马有三人民啊，有三亿五千七百万支的枪。那美国是三万，超过三万，三亿一千人、嗯，一千万人，所以对讲平均一个人超过一支枪。对啊，哦。可是美国的社会还是稳健的往前走，并不因为讲大家拢有钱，啊，社会都变足乱啦，大家断来断去啦。当然，偶尔有那种什么校园屠杀，那个是有，但是这还是毕竟还是少数了。嗯，另外一个就是讲，伊这个民主啊，你讲伊这个民主概念嘛，你单独讲伊不是标准答案，那伊有伊的风格啊，所以你莫去讲啊，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哦，安怎啦？咱台湾人都。上爱安尼就对啦。嗯嗯嗯，大家人拢感觉讲奇怪，穿遐危险，为什么你要好拥有啦？吼、哦，美式的民主啊，来的用处位就是、就是讲对立并存，嗯、相互竞争。嗯嗯，我用这个概念，我这是民主的精神。嗯嗯，它让对立是并存的。对，啊、哦，咱这边在多开始嘛。嗯嗯，但是所以咱对民主的概念拢也讲唔对哦。嗯，啊、哦，也讲唔对哦。嗯哦这个民主是对立要并存哦。嗯。我举两个上简单的例。嗯。嗯一个历史上的例，以这个第一条横贯美国的大铁路。嗯嗯。一条那么长啊。嗯。几千公里。伊安怎开的？嗯。西边这边主要的是华人华工。嗯嗯。往东边开，清朝迄阵啊，嘿，那边从奥马哈那边过来，主要的是爱尔兰人，嗯嗯嗯，第一边开来，啊，主要接起来，接起来就对了，嗯，好，要在哪里汇合？嗯嗯，你这政府，你就用这个方式啊，嗯，找一个汇合点，嗯，谁先到，你就有大奖金。嗯，奖金你家己讲。嗯嗯嗯。OK， 好，比如说我要当地的采矿权。嗯嗯嗯。哇，大家们拼死拼活啊！嗯，有诱因呢，对不？嗯。好啊，要在哪里汇合？嗯。因为你从西边过来要经过落基山，那个山脉啊，对不？嗯。就歹开的啊。嗯嗯。那边过来较平啊。对。哦啊，所以是，你都要汇合上公平。嗯嗯。哦，那一定不是讲除以二嘛？对。哦，啊，所以现在偌济科学嘅物件你来对嘛？对。嗯嗯。偌济数据你来对嘛？研究落去，大家提出来讨论啊，讲安尼啲都要汇合才是公平。对对。对不？所以美国人他只要一启动，吓死伊人。嗯嗯。他那个事前的准备工作，那是。安尼吼。然后做足久嘅哈。我要讲嘅意思就是讲，伊就想为两个去拼嘛，为着你啊，大家去拼嘛。嗯嗯。好，所以赶快。嗯。你讲起码，你看讲。Apple， 加 Google， 嗯嗯，赶快意思话，伊都无赶快的系统，嗯，你要做安尼，
我就不爱做你跟你同款。哦，对立并存，对立相互竞争。哎、嗯，所以这是美国的伊个民主的一种物件。哎，所以咱今仔日咱本来的时阵，咱本来就是讲孤寂的呀。但系人讲啊，都要第一名诶，哦，大家都要都要第一名。嗯嗯嗯。哦，啊，但是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做法都无同款。嗯嗯嗯。我即阵拢去停第二名。嗯嗯嗯。为什么？我就改变啊！你啊，大行，比如我这出版的嘛，做册企的，哦，我拢规拢去拢好控冲第一名的哦，你到尾你就通路为王，通路为二，所以拢去支持第二名，改变的，叫独占去，对啊，叫垄断去啊！好，来，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翔辉哈，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翔辉哈、啊，拒绝联考的小子。我来听你恭维，我就感受到你的血液隆中是反叛的。我是不是安尼讲？那是用别人的角度嘛，跟用传统的角度看。对我来讲，足自然的，啊，不能是安尼恁做人足奇怪的。啊，但是都会使安尼做，会使安尼想，你为什么非安尼做不可啊？安尼好，对啊。来，你内底吼，册内底有一。一章哈是写到亚裔父母是个贬义词，你别讲，是为什么？啊，亚裔父母都是同款啊，因为有的在台湾吼，家己呢送去美国，都两种嘛，一种就是讲同款啊，啊都要让伊去读好册啊，等未来找好头咯。对。啊，有一种是讲啊，台湾的教育安尼吼，家己呢出格格，咩个要出事安尼吼，啊去外国吼，可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这两种。对。啊，叫我去到遐啊，很要求同款，伊就安尼吼。本性难改的对了，对，未读的嘛是未读的。嘿，啊，即摆去遐的时阵，就赶快用台湾这部啊。啊，伊边嘛有台湾这边这种的补习班啊。好啊啊，到我都温书的嘛。对。所以这个物件，咱其实退回来一步想，啊，就类似讲咱最近你讲的这四大运，你用卡塔乌想嘛，咱可能，咱那有可能全世界排名第三呢。嘿，就是人的标准无同款，人的每一个抗战，人因有设定因的目标嘛，所以我的扫把，我的小囡仔大概算了送就好啊，啊，大家哦，练习因这个喜欢运动，啊，喜欢社交，团队，那是人的目的啊，人安尼凊彩糊涂来，家里头还有小可有病了，啊，结果你讲拍了世界冠军，你欢喜个强没死，你笑的，举国之力，对啊，你笑的啊。那个标准无共，你是用算的啊！你是要用世界第一的啊？叫你摕到世界第一，你欢喜甲讲，你有影世界第一，笑的，对无？共款意思嘛。人家大学的，人家也不是职业的水准啊，对无？人家大学就凊彩甲你混混的啊。哦，人有因的这个目的。啊，咱不是啊，咱搞不讲，我赢人好，我搞的，你就对了。举例好啊，美国这边篮球是 NCAA， 不知第几名过来，校队过来。有啊，他们怕四大运，伊含第一名都无排。OK， 好，那你安怎看川普？啊，所以就讲讲翻就这个意思嘛。啊，咱不是啊，咱囡仔就猪头，不关公是咱。都啊，举例的这个运动。所以咱囡仔拢炸了怕拍了，所以咱的投手足好足高，像我王建民那根本足可惜，你无法度，你以前已经超过头啊，你超过头，你去啊那么高强度的迄种竞争，你两个手你都买单，这无法度，这无法度，并不是讲去遐要创派，去遐人电脑迄个环境波荷种种的结合，你就以前你就输人啊，所以咱是输人的竞争，咱输人竞争是咱家己无了解，侬干嘛讲无啊？咱是头前那么赢人。或者扫把嘛赢人个，青棒嘛赢人个，吼！四大运够排世界第三，你派你头个派对不对？为了一个虚假的战场，付出了太多。对，赶快，更加严重的，其实是你看未到啊！我昨我哩电视我有简单讲解这个概念对不对？其实这也是我拒绝联考一个足深的概念。对讲你读建中的时候，你足济人，伊哩足拢真足优秀的，足好读册，足聪明的。对，什么款的经验你敢猜？除了国音数理化以后，伊弄其他不注意的。他哦去看一本课外书，他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国家。对，你干嘛黑黑龙无意义啊？伊就要好好读册啊。足恐怖的，你敢猜？这种人就蛮容易创。你做部长啊，做院长啊，做大校长啊，做教授啊，对，有无？
继续用这样的价值观，就很恐怖的啊！我想用一个简单讲，你国英数理化五科尔啊，你要做一个领导者，嘿，还五十科了，啊，五百科了，大家拢一样的，嘿，不是讲，吼，你讲啊，你着哇，电机博士，你什么博士，你着通去做一个领导者，要一个领导者，上重要是人格特质嘛，对，你好，你想讲，看了我空空空空，但是我足侪人看了，我惊赖哦，那你听人讲啊，小子要走，我等着你听你的，对不？就是人格特质嘛，你有这个领导，你这个世间来甲讲，二十一世纪，咱用简单的话来讲，两种就是上重要吧，创造。跟整合，要么你有时候发明嘛，对吧？你有创造力嘛，要么你有整合力嘛，我都可以整合足多人来去做代志嘛，对吧？一个手机，伊就是创造加整合嘛，把不相干的东西全部整合在一起，对吧？对，就是安尼啊。啊，所以咱是爱用安尼去培养咱人才嘛，唔是去比赛伊的科技嘛。啊，结果咱的这亚裔的父母去到遐，赶快头脑就对。好比赛，因感觉讲好爆落去的以后，好弄袂阿多啊，弄袂阿多，阿多就袂用比啊。啊、哦！啊！这尤其你去美国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不幸啊！一个不幸，其实啊，就我你亲自安尼看到的啊、哦！你证明台湾人在底下发展，其实一种个人的一种性格，啊、哦，当然能够融入美国社会是有啦。但是呢，一般我看伊遭遇呢，融不进去。伊厝个老爸老母还阁是用迄、那、落、個，用去用迄种叔兄弟的迄落嘛。啊，所以。我感觉查囡仔发展拢歹，我看过比较，我比较上，我感觉讲，哦，女性呢，拢红压抑红制约的。这吼，完、哦、了一点点题外话，但是也有相关的、哦、因为我看到一个北一女学女学生啊，开下五工就去跳楼，还讲啊，伊想要读师大附中，但是老爸老母叫伊都爱读北一女安尼。那师大附中伊感觉讲可能较自由，较无压力哈、哦。那后来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他。我是觉得这个女生是对的，因为她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好，又有思考啊。咱台湾的教育上介恐怖的是讲，教囡仔教到二十几岁啊，伊家己唔知伊要创啥，好、哦、啊。佮你问老师，你看我考研究所好不？老师，哎，上面人咧报科技啊，伊托福，我嘛来报好不？好、哦、这样，那甚至到毕业吧，要娶某了，妈妈，你看我娶这个好不？这样，那我讲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是，伊是公务人员，啊想进公务员的迄款荣耀，所以呢，伊叫因的囝讲嘛都爱考公务人员，结果因囝即马考到四十岁要咧考，但阿袂掉，哈、哦，我觉得他人生也惨的啦，阿袂娶某嘛。那伊阿个是听老爸话，哈、哦，那但是我看到的是主刻薄创造脸书。他读哈佛三年级，他就辍学。他知道哈佛不重要了，他要创业了。这个比尔盖茨哈佛一年，伊就讲哈佛不重要了，我要创业。哈、哦，但是几岁？迄无二十岁，十几岁啊？尔，咱即卖还佮你讲，二十岁袂当投票，二十岁啊袂当办信用卡，二十岁袂使去银行借钱。哈、哦，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观念要转变了。好、哦，这样就是年轻人，你要信任他，要教育他，真正读书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阮吼一个亲戚，因囝读考了台大了，迄天把所有的册、参考书、教科书全部烧掉。我以前像迄个曾市长去做教育部长的时阵啊，阮厝内好朋友啊，阮厝内啊，我就开玩笑哦，台湾人哦。听到上好迄间吼，是当时，哎，到专年考迄间，考完都未记，我听老师啊。对，我昨有一个足趣味的一个对话，昨昏就一个朋友介绍一个二十二岁查甫囡仔跟我熟识，啊，迄个是伫美国读册，十二岁就去美国读十年啊，对，啊，如果这个月如果要去。迄、那个剑桥大学读硕士的对，啊，老爸是。牙医，老母嘛是牙医、，OK， 啊，伊讲伊对这个公共事务处理，啊，我来个足简单讲几个概念，讲人啊，人的人生观，我讲就上简单来讲，一个人如果是你整天都觉得自己在获得的时候，你会最快乐，你人生会最丰满，啊，你获得是获得什么呢？其实获得你所没有的东西，有不？有，能给那一都，哦。
啊，身材无好对啊，我练了练吼，逐工身材愈来愈好，足欢喜个啊！咱今日就三比八讲，我来加重，我就足欢喜个啊！咱今日就这样，英文也袂晓讲，我愈来愈晓讲，就足欢喜。其实人性就是安尼啊。当你所没有的东西，往你去死啦，你免阁趁钱啊！你趁钱是浪费，你趁钱是堕落。你阁还好趁啊？你就等你老爸死就好啊！哦，恁老爸甲恁老母以前有教养，哦，拢有教养啊！你一世人都免谈啊，你都有教养啊，所以你唔好去趁钱啊。你若把你的人生囥到要去趁钱，你就空的嘛。你老爸老母饲你饲到讲要死，你还讲你趁钱，趁伊都无路用的物件。你就爱去红人有路用的人去趁钱啊！你都无需要钱啊，你要去趁钱？有道理，对不？你哪会快乐？你到尾你感觉讲你趁死你老爸好不？你个叫你趁三千万咯。有较赚呢，贪五千万有较赚。我你就是爱来插政治，你免贪污嘛，你又无你贪钱啊嘛，对不？啊，咱就是食饱上瘾。世间的进步就是这食饱上瘾的人嘛。革命那么是食饱上瘾的人，革命那有什么农民革命？好啊，因为时间已超过啊哈，非常感谢吴祥辉。磅礴美国哈是他的国家系列哈，这个哎网络买一下。啊，金石堂可以买得到，金石堂好，阿迄个独特生活可以买得到，好，因为我即摆我无弄中坡，我摆弄个遐尼复杂 ，OK， 好，感谢你哦，谢谢哦，谢谢，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宝岛连宝宝，是咱的电台。